那个，这么冒昧来找你，是有事情想请问你。今天下午那个皮包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卖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？哦，我看款式的特别，想买一个送给我太太。周先生对太太还真细心。没有啦，他那个人那么挑剔，过几天他生日，我都还没有想好要送给他什么才好。还是说你可以帮我买一个？要是一模一样的，他会不开心吧？也是哦，我都没有想到，女人都会介意的，对吧？会的，特别是隔壁邻居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颜色？这可能要问我先生才知道。为什么啊？那个皮包是我先生出差的时候买给我的，他说台湾没有买。那就算了吧。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想要请教你。什么事啊？你那条皮带是在哪里买的？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。我的皮带都是我太太买给我的。是吗？我想到了，某一次他公司派他出差，回来时他带给我的。其实，我先生也有一条跟你一模一样的，只是他说那是老板送他的，所以他天天都戴。其实，我太太也有一个皮包，跟你那个一模一样。我知道，我有看过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